侯爷，嗯，喝茶。侯爷，你们不妨彼此退让一步。张超呢，虽然有证据，但是他也不能死乞白赖的勒索吧？这样传出去，对督察院的名声不好。哼，对呀，太不好了！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也能丧邦。督察院的名声不能让这王八蛋给毁了。哼，把扇子给我拿来。方大人，你可是两袖清风吧？他呢，两袖金风，你太冤了。我不冤枉，是侯爷冤枉啊。嗯，侯爷如果真跟柳思思有什么瓜葛，比如说小轩窗、书书庄、剪剪竹、颠颠鸾、倒倒凤，换取红袖翠袖、韵韵泪、浓睡觉来、莺乱语什么的，那就好办了。方大人，怎么在雅的玩意儿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总觉得这么下流呢？没有我这大俗，怎么能衬托你的大雅呢？哦，红花绿叶，相得益彰嘛。就你这么俗气的绿叶，到哪儿我随便一抓一大把。行啊，侯爷，我下流了，怎么就好办了？啊，张超呢，在他朋友面前就好替柳思思说话，理由堂皇嘛。侯爷，谁敢得罪啊？侯爷在柳思思那儿也给足了面子，这不是大家都有面子了吗？哼，方大人，说俗了你就给我下了个套，然后等着侯爷往里跳。张超，你给侯爷下什么套了？没有啊，方大人，督察院上下都服你。福子是你公正廉明，刚直不阿。闭上你的臭嘴！方大人还需要你这种小人物捧臭脚吗？啊！就这么着吧，方大人，我请侯爷豁出去了。霸王硬上弓，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给办了。啊，恭喜侯爷！哎，去姥姥，你还真当你舅舅成了月下老人了啊？想成为和和二仙呐？你有那好心吗？燕七，方姐。你煞费苦心当这个媒人，到底什么意思？给九爷我透个底儿。再怎么说，九爷我现在是驰骋沙场，你是运筹帷幄呀，这真真是弄反了呀。一片好心呐，侯爷辛苦，侯爷孤独，真的需要一些莺穿柳带、皓月婵娟的情调啊。得得得得得，还读书人啊，还左都御史。这柳词儿从你嘴里头挑来弄去的，断章取义，都成了下流的东西了。哼，守在门口，真是来帮忙的。这么多人，要排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太多了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是。来不及了，那不是官兵就是马快，他们要坏事。那怎么办？如果真有人传信，会被惊走。我进去，你告诉大家只在拦人，不要出手助我。嗯，好。跟我不认识，谁打我你拦谁，说是抢功。你们老板呢？今天太乱，东家怕事，早就走了。你知道谁在找我吗？谁找你？没人找你，到门外后面排队去。听好了，不要让人发现我们跟他有瓜葛。
谁传话让我来这里的？你是铁飞花？他就是铁飞花。上！他就是铁飞花，上了他！上！上哪去了？查不到，吕中也派人在找。他会不会亲自去了周家碾房？他有江湖经验，又有官场阅历，不会不知道，只要他的话一传出，整个周家碾房必成众矢之的。听着，两件事，马上去过办。是，请二小姐吩咐。第一件，找于峰，见到就杀。第二件，杭州城里来了一伙太监，手上有柳儿，去把柳儿夺回来。是。杨小言不听我的，我让柳儿听我的。二小姐，进来。二小姐，钦差行辕派人来传信儿，说侯爷把事情办妥了，请你去行辕一聚。哦。铁姑娘，小人在这里恭候你多时了。你是传信的？哼，看我土里土气的啊，觉得不像。听说你能凭身形和气息看出一个人的身份来，也不一定准。你真是传信的吗？替谁传信？小人是替都司府段事司段氏于峰于老爷来传信的。告诉他，今晚戌时三刻，西子湖畔南山脚下，他几个人？一个人。为什么敢找我？他说，受人利用，要向你谢罪。谢什么罪？受谁利用？受谁利用，我不知道了。谢什么罪，整个杭州城都知道。小人的话也传到，也该走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等我？于老爷料定你会夺路逃到这里来，你不怕死吗？于老爷说了，你杀了我，我就传不到信，你再也查不到杀你父亲的凶手了。再说，你也不一定杀得了我。我这砍樵的也有一身的力气，
蛮力不管用，多谢。告诉于峰，我也一个人，不过请如实相告，我有朋友会帮我查探，今晚南山脚下究竟是不是只有于峰一个人。是，一定转告。多谢。九爷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多小的事儿啊！不用客气，谁怕谁呀、啊？大人，这样能查出什么来？东瀛李俗受唐风影响甚重，房事间礼仪礼节会看得出来。我叮嘱过丫鬟了。啊，还有丫鬟在？古风嘛，今夜有之，不足为怪。对侯爷来说，也算一段情趣。白星姐的诗句描绘得非常好，津津乐道啊。白星姐还写那种诗？都识人间烟火的闺中之乐，房中之趣，也有人生趣味嘛。有燕妻在外面听着，我也不会出事。柳思思如果有什么重大图谋，岂能在钦差行辕有异动？对了，你好像认识汪江阳啊？见过一两回，他曾带人到督察院传旨，小人见过。哦，边三大哥，你看那个人像有武功的吗？哼，你跟他说那么久话，又盯着他走那么久路，怎么反倒问起我来？可他分明就是樵夫，从小就是，一身的蛮力没有巧劲，行走间也不过是爬山攀崖，习惯了的。世上还有你这么傻的高僧吗？有马还不骑？哼，路途遥远，他载着我们两个岂不是很累啊？啊！这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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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！本来是无，无却有，有了就装心里头。蝼蚁尚惜生命短，人为功名感命休。白出丑，哼！啊，为什么打我？知道禅门断指的公案吗？啊，我把你舌头割下来，你就大彻大悟了，省得你急。不用老僧亲动手，涅槃刹那舌自丢，转眼轮回万劫世，舌头又将说春秋，别出丑。说顺口溜你也得给我讲个声调平折啊，如此蠢笨还假装聪明。五心似明月，碧潭清皎洁，无物堪比伦，叫我如何说？你背的寒山的诗，铁飞花说你是高僧，你连诗都不会做算什么高僧啊？多年尘土自腾腾，虽住家里未是僧，今日归来酬本质，不妨留发后燃灯。嗯，什么是高僧啊？嗯，你又背慧中禅师的诗。嗯，背得好，确实好，可你哪能跟我比慧根呢？哎，这跟我在一起不许你开口说话啊，一路上都快被你超度死了，
需要你说话，你再开口。啊，快说，铁飞花让我到杭州到底干什么？给他当保镖？他说到了杭州跟你见面后再告诉你。哎，嘿，乖啊，就这样说，怀平常心，说平常话，别把慧根挂嘴边啊。当事人做当事事，嗯，就佛了啊。嘿嘿，哎，到处都找不到于大哥，没有音讯，铁飞花在周家碾房一露面也没了音讯，碾房混乱，分不清是杀铁飞花还是宝，只有一个小丫头表明了身份，其余的都不用管，继续查找于峰。是。傅谦是大人，听说你在兵马没有安排好之前就在外面大喊大叫的捉人是吧？大人有所不知啊，那种情形之下抓不到铁飞花，我根本不敢指望那些捕快和江湖上的那些亡命之徒。那次工作论事我去迟了，你知道谁是第一个提出来的由江湖人士参与缉捕铁飞花的吗？是许大人。当时许大人，对，当时方大人被铁飞花劫走了，许大人非常着急，于是就奏请了朝廷。这最后一个决定我听到了。哎，快边三，查得怎么样？查过了，没有人。不过你要小心这个于峰，他敢和你单独相前，只怕本事不小。不怕，总有弱点，总有破绽，他手快我眼快。你还是要小心，我只能远观。正如你所猜，杭州知府赵宏道的确可疑。记住，你还有重要的事没有办，遇到危险立刻示警。我明白，走吧。舅舅，虚惊一场啊，没有一丁点异样。丫鬟说的。是啊，侯爷送走人之后就骂了一句。骂什么？木头。还没有异样，快马给我传信，急调锦衣卫提记，秘密监视听雨楼和柳思思的一举一动。舅舅，你是来查曹案的还是来侦缉风月之事的？你在镇抚司待过，你连这点敏感都没有吗？柳思思和曹案没有直接关系，也有间接关系，说不定和次案更有关系。为什么？他对侯爷的一切了如指掌，与侯爷再疏远了，要渐渐摆脱干系。如果不是因为张超敲诈，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。一个做声色营生的风流寡妇会是木头吗？啊，柳思思啊，柳思思，你藏得再深，装得再像，在方某眼里你还嫩了点儿。舅舅，你赶紧写信，我这就去安排人。
自幼砍樵，与豺狼虎豹多时，不怕。怪不得有好脚力，可你却怕我看清你。更不怕，你杀我就是杀官，我不愿意你背这个罪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再背罪名了。还有求于我？无所求，只是告诉你真相。什么为证？虎形手，七星刀。自己看。为什么还敢主动找我？中原柳穗不是很有把握帮你报杀父之仇吗？他已经没把握了。他有把握，因为是他让我杀了你的父亲，因为铁苍龙固执要查曹案。中原柳穗我熟，以你这么高的武功，这么好的定力，他不会舍得出卖你的。这么说来，你勾结倭寇真有其事。说对了，我这次回来正是受种源柳穗之托。哼，铁飞花，这次传消息来说替你找到杀父仇人，我才知道是被种源柳穗利用了，我才知道收买我杀你父亲的人是倭寇，夺曹粮呢也是倭寇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要，于峰，不管你有没有杀我爹，大是大非当前，我铁飞花已经明白了，你和高姐姐是一伙的，个人恩怨我能做到先放一边，以后我们再慢慢说。我错了，早该相信你。雨峰，雨峰，你用死来引我查草案，查倭寇，我一定做到，请你瞑目吧。不是你杀父仇人。他是，却也是条好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是说他不是倭寇一伙的，他也不是杀刘兆良的那伙人。你是怎么知道？他不知道种源柳穗子已经死了，当我提到种源柳穗不会出卖他时，他的眼神当中闪过一丝怀疑，在那一瞬间他没有掩饰住内心的仇恨，他的晴明穴和承气穴带动眼部的活动，眼睛流露杀气。在那一瞬间，他曾经闪念，如果我真被种源柳穗子收买，他会杀了我的。你又承认你想逃他的话，可被他识破了，正让把你引到倭寇身上。高姐姐他们寻找曹良是什么意图呢？案件复杂，人也复杂。曹良事关百姓疾苦，怎么也得找到，谁也不能觊觎。对，当然谁也不能觊觎的。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下一步你该怎么办？去杭州知府衙门赵宏道。哼，他可没有勇气自杀。查赵宏道是真的，都安排好了，
张超在茶肆、酒楼、客栈都布置好了人。铁飞花，这是计吗？怎么又会查到赵宏道的头上？哎呀，这江南的风景真是好啊！啊，鸟儿叫的都动听啊！啊，比柳儿说话好听多了。臭美，稀里糊涂的。哟，哈哈，开口说话了。不说话，我得叫你这阴阳怪气的家伙给憋死。什么叫番子？什么叫当头啊？好，我来告诉你。这当头也叫一掌，那是我从西城锦衣卫里边精心挑选出来的，个个心狠手辣，武功高强。这番子也称干事，他是当头手下的密探，他们专门探听朝野臣民的言行和隐私。你就最狡诈最阴险。哎，也不对，你连这都告诉我，真没江湖经验。咱家久居深宫，要江湖经验干什么？没有江湖经验想把我家小姐怎么样？是不是九州侯把我家小姐描绘得跟天仙似的，皇上一心动想把她选成妃子？督主。嗯，督主。什么事儿？有人传话给织造司太监，知道督主来杭州，手上有柳儿，要给你做庄买卖。不行，不许再拿我像东西一样卖来卖去的。我不是东西。啊，不，我是东西。我厉害呀，居然我的行踪买卖人都知道。不是买卖人，是江湖人士。哼，还说江湖经验没用，你才没用。我跟吕大人说过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啊，于峰现在已经失踪三天了，铁飞花只露了一面就把杭州城搅得乱七八糟，又藏了起来。于峰现在在哪儿啊？怎么样了？一点迹象都没有啊。铁飞花不止一次露面，像个没头苍蝇。他先找了聂司府监事傅伯伦，怀疑陈大人和刘兆良勾结，不得要领，又散布谣言说要查赵宏道。赵宏道，这还不得要领啊？他要得要领，为什么不先动赵宏道，反找傅伯伦？他还说，如果赵宏道出意外，一定是有人灭口，他会派人看住赵宏道，让谁也下不了手。好大的口气呀！嗯，这要真有人在背后帮他呢，下不了手就是件麻烦事。老头子，你我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想请你直言，到底是谁在利用谋反信件要挟刘兆良？我早就跟吕大人说过是赵宏道，可你不相信。我相信过，而且保过他。为了毁尸灭迹，我甚至让欧阳娇都暴露了。可是现在面对铁飞花准确的判断，你却无动于衷，轻描淡写，你让我怎么信啊？铁飞花有证据吗？他什么也没有。他要是有证据，为什么不悄悄先把赵宏道抓起来呢？现在许大人命赵宏道收集粮草，救济胡家军，现在谁还敢动他呀？哎，
这么说，是许大人在利用收集粮草保他？我是这样看的，赵宏道是个小人，小人张狂得有依靠啊。现在许大人是他的靠山，他还怕谁呀？你去找于峰，千万不要让他落在铁飞花手里。赵宏道，我来对付。老头子，也请你帮我查查于峰的下落。会的。哦，对了，黄册和榆林图册里，你看出些什么没有？没有，不过相信许大人普查的时候会查出来的。嗯，对了，老头子，如果赵宏道稍露胆怯，还请出面灭口。吕大人，这就对了。嗯，剑只有该出鞘时才露锋芒。怎么会呢？这里，这里，
这几处要盯严密，盯久了破绽就会出来，证据要从破绽处找。不过我担心及早暴露赵宏道，会有人杀人灭口的。灭口也是证据，我就要等他们去灭口，他们不动反而就不好办了。可是动了，江湖的人也动，官府的人更是慌张了。按铁飞花的步骤去做还不够乱，要不派几个弟兄去客栈做几件案子，专找茶帮、盐帮、曹帮、铁帮这四大帮会下手。不行，快堂在杭州不要做案子，他们不动我动。你还要动？按时日算，司马托波该到了，我要用三师傅的手段，第一让杭州城再乱点，只保钦差行员不乱，第二把三师傅引出来，他出来了我们就知道是谁陷害快意堂了。你说咱们要从谁身上先下手，我们提早安排，让你能够进退自如。不用了，我示威之后找陈清明。陈清明真的有疑点吗？就属他身上疑点最多，可我不是去查他，是需要浙江官场上有一个帮助我的人，而他要摆脱那些疑点也需要我帮助。哼，你们不要帮我好吗？我求你了。我每天不是笔直站着就是笔直坐着，久站伤骨，久坐伤神，还比我读书更伤神，你不懂医理吗？不太懂。既然要严密地保护你，就不能让你瞎跑瞎动。现在有人知道你在这里，那我们就要声东击西。一方面我要去跟他们谈买卖做生意，另外一方面得把你悄悄地转移走。那他们万一想把你这条蛇引蛇出洞呢？好啊，正好我也见识一下铁飞花的武功和胆识啊，至少可以先见见他的对手吧。万一你又不是一条特别坚强、特别爱较劲的蛇呢？可是铁飞花却是一条坚强而且是一条喜欢较劲儿的蛇，既然我见不着他，就让他来见见我吧。啊，说到底你还是想把我们家小姐给引出来，你不怕皇上没有妃子跟你急吗？皇上皇上不急，太监急。哎，这句话你们江湖没听过吧？这是我们宫里的术语。大人，于峰的家眷护送到了吗？稳妥吗？回大人，十分稳妥，大人不用操心。听说于大哥失踪了。是大事，但是不止这一件大事。杭州混乱的局面，老头子含糊的用意，铁飞花神出鬼没，都是大事。陆州，你这次回来就住在我府上。高湛，你让兄弟们把杭州各个角落盯紧点儿。是。大人是想以不变应万变？我是恐慌了，一有异动，你们叫兄弟们都先撤出。大人，这是最坏的打算，让兄弟们有个准备。你下去做事吧。陈芳说没有于大哥的消息，假如于大哥落在铁飞花手里，铁飞花不动，就说明没从他嘴里得到什么线索。于峰要真是在铁飞花手里就好了，他什么都不会说，
我有不祥的预感。他去了。风啊，大人，飞天神道又来了。什么？在哪儿？这是他下的信，留在前院，人却在后院出现过。大人没有发现吗？飞天神道偷我家小姐一只玉簪，算是拜会。周师傅，这偷盗的事情就由我自己来处理吧。是，大人，有需要我们这些人出手的，尽管吩咐。一只玉簪算不得什么大事，你去忙吧。是。什么飞天神道？是铁飞花。启禀大人，有人求见。嗯，是。谁呀？说话。铁飞花冒充飞天神道，连掠三座宅院，却没有人抓得住他。今天被我抓到，就在这里。铁飞花，你大胆！我铁飞花不光大胆，我逼得敢于直言的聂台大人不敢说话，逼到动辄得咎的境地，还需要我出面才能摆脱困境。我是不是还很机智啊？成全。